我们的投石机，哇，超屌的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在战场上做这种猥亵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哥哥，不要这样子！我靠，这个拿肉拿，哎、欸，专业级战士呢，拿肉盾啊，拿尸体来当挡箭牌啊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美，欢迎回来超现实战场模拟器，我们又回来啦！啊，本来呢，老头是不打算继续的哦，嘿，老头也说过了，就是打算要等到这个后面三个种类呢再出来之后再继续玩。但是呢，昨天在直播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呢就一直跟我说，老头我非常想看，好吧，那就继续下去好了。哎，反正我是想说。就算这个系列啊、地图所有的地图都拍完了，哦，应该说是所有的模式都玩过了，我们至少还有沙盒模式可以玩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如果真的所有的图全部玩光光了，然后才出现后面三个种类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直接去沙盒室哦，那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哦，可是呢，沙盒室呢，虽然你可以无限放你想要的种类跟兵种。但是唯一的缺点，也是我之前玩这个系列以来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它会让你非常的累格。它没有办法说，哇，你要放100只，对面放100只，就两边冲过来，哇塞！我跟你讲，你会看到的是定格画面，好，不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，好，所以说有点可惜哦。我希望这个可以做一点优化，或者是说改善，不然的话，想要100对100啊，200对200，我觉得这个都有点困难。好吧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啦、哦、我们现在这个第二章节的关卡呢，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剩下9关了，我们把它玩完 ，Let's go。OK， 哎、欸，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来到这一关，哇，原来战船是可以在水里的、哦，这真的可以在水里哦，欸、也是啊，它是船嘛。哦，我居然是没有去联想到说战船可以在水里啊，他们在水里有比较强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不过我们这还是要浮出台面啊。然后呢，这边什么？哦，这两只蛮硬的，拿斧头这两只，然后还有冰霜弓箭手跟四个头锤兵，四只狂战士，四只锤盾兵。那知道怎么玩？我有5000是不是？啊，这边不能放太远了，全部放这里好不好？他们会不会掉下去啊？然后再來就是一台放在这里。我靠，这个轮胎是怎样？应该是不会一开始就翻的吧？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这个要怎么打比较好呢？我们还有2200块。哎、欸，我弄错了，这个才是啊，这个才是冰霜啊，是不是？冰霜弓箭手很重要啊。可以瞬间做一个大量的牵制以及伤害，这么的 bird 棒，试试看。我要直接走下去了，能不能在原地待命吗？有没有在射啊？我嘞，是怎样直接淹死啊？他们，哇，这战船没屁用啊，直接坐死啊！哇。哇！我们的投石机，哇，超屌的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在战场上做这种猥亵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哥哥，不要这样子！我靠，这个拿肉拿，哎，专、欸、业级战士呢，拿肉盾啊，拿尸体来当挡箭牌啊！哇塞，这很可以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都塌了啊！尴尬尴尬，剩下弓箭手还有哪里存活啊？哦，一整群在这里，应该有希望吧？快点，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子，快点快，往圣纳斯那不能动，结冰结冰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没回到没回到，哦哟呀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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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你们可以站远一点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完了完了，情况不太妙，要输了 ！What the fuck？弓箭手，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啊？我觉得一整排放在这里感觉比较好一点呢、欸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因为放在后面的话，他们还要走过来，他们会形成一个就是直线性的嘛。直线性的话更不能做输出啊，我是这么认为。好吧。
bra bra bra， 我们现在1150哦，1150的话，我靠，这方面会直接爆掉吧？这样行不行？开，那个投石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把我们全部炸死啦！我能说啥啊？这雷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侧面攻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找到，塌了塌了塌了！快点快点快点杀去！哎啊，这个怎么过来的？哇，灭了灭了，射射射射射！要射这一只啊！哇，灭团了灭团了！完了，弓箭手全灭，剩下我们的炮台。可恶，不能附身在他身上。下去，水哇，没有死。Oh my， 完了。啊，没有死。我觉得，我要把火力集中在这里了，这样才对。来来来。火力集中一下，他们才会往那边走，然后这个才会从背后攻击。哎，不会哦，不会从背后攻击哦。我靠！看开下去了，等什么？开下去等什么？哇塞！哈哈，全死了，全死了！发射，发射！耶、yeah ！哎呦，这局有机会哦！快点掩护！哇，是不是没死？哎、欸，赢了！耶、欸，太帅了！哈哈哈哈！哇，投石车放上面是怎样？你投石车，那我是不是也该投石车了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卡住了！完美闪过，把自己的炸死，有够笨的！试干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看谁先呢、啊？发射，哥哥，发射啊！干是智障是不是？好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危险危险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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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嘞！嘿，水，有机会哦。完了，这个拱桥这个地方打得到吗？还、欸、可以欸，这个人，这個、人直接黏在上面欸，我看一下这个距离，打得到吗？刚才不行，那他打得到我吗？欸，两边都互打不到，这不知道演到民国几年了。靠啊！干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觉得这个呢，最直接的有没有？最直接的就是妈的一个一群精战把它解决掉就对了。丢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喂喂，丢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浪费时间。哈哈哈。结束。啊，真的吧？一只大象，我靠，两只宙斯，一只国王，啊，全部都是 BOSS 级别，然后再给我10000块。哇，这个超兴奋的，你看已经蠢蠢欲动了。我在兴奋什么东西？好吧，长矛像这部分的话，基本上是要用这个打，会比较快一点。嗯，宙斯，我还是比较仰赖弓箭手欸，全程弓箭手流好不？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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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换一点不一样的。嗯，原始长矛兵如何？感觉会直接灭掉，虽然我很多钱。好，哎呀，哇，呀，我们人口多，丢死他！完了，宝宝，剩下宙斯一位了，丢死他！哇哇哇哇哇，好强啊！哦，这个准度很可以，好不好？哦，剩下这几个，
喂的部落，你看你准备在看旁边的，不关我的事哦，是他们自己要丢的哦，不关我的事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哦，推卸责任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一张照片啊，反映出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。然后叫什么？六只宙斯，二四六，然后看他们也蠢蠢欲动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刚刚的长毛兵呢，已经啊、哦、很厉害了。我们看一下整坨的蛇兵会怎样，好不好？还是我们整坨的用牛好了，反正牛只要接受到远距离攻击，他们就会冲刺嘛，是不是？宙斯会不会有反应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会耶！哇、哦，滚滚滚滚！群牛乱舞，妈，宙斯是不是妈推翻政权？哦，你看胯下重击，这突然想到。一拳超人里面那个经典画面呈现啊，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吧？索尼克跟什么什么的啊，爆弹路基亚没有啦，乱讲的，不要理我，直接就这样敲掉了。哎、欸，国王，国王一千四，来啊，单挑啊！到底谁才是国王？林北才是国王。老头家族的国王啊，摔死啊！拜拜了不？喂，我最强，快点把石板还来！你要出多少？啊，我的剑卡住了！我靠，这打好久哦，小废物啊！义父再见了，义父啊！完成了修罗模式，以修罗。嗯，好、啊，这个嘞，哎、欸，哇塞，这怎样子啊？这个是怎么搞的、啊？喂，那这怎么办？我慢慢的等他走下来吗？没有钱了，让蛇陪你们玩。看这个蛇好凶残哦！啊啊啊！快点投蛇投蛇，咬他咬他！哇，好狠啊！我看我们的蛇好强哦！哇，被触手 play 呢，触手 play！ 哇塞哇塞，你买鬼了，你买鬼了，全部都死在这里 ！No， 你买鬼了 ！No， 我上面那只蛇滑下来了，有够恐怖的！啊，这个爽死了！这个爽死了！这个声音被蛇爽死了！哇，蛇上去了，蛇上去了，上面还有一撮，这打得到吗？各位啊，争气一点啊！完了，这个斜坡他们上不去，这好笑了。那我们就看着这几个这边装逼，然后你看这边趴在这边，哎、欸，你看是我们来拍一次照哦。哎、欸，是我们，嘿，你们好啊！就感觉好像是某个班的那个同学，有没有？你们校外教学、毕业旅行，某个班的同学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你们，然后就这样拍照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上来玩？哦，快点啦、啊！老弟嘞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你们居然是用这种方式前进。我看的心好累啊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到底要不要做伤害啊？看这一局真的是有点不太可能，他们光走楼梯就有困难了。加油啊！你们是有什么困难？我快受不了了。看，哎、欸，射出一只蛇，那么难得，哦，居然跳上来了。干死了，没屁用啊！
哎呦，他们下来了，终于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碎啊！把他推下来就对了啦，让一群蛇围死他。哈！咬死他！哎，死了没啊？死了没？快点快点！你射错边了，完了，下面的士兵都被清光了。哦，掉下来了！哇，这稳死了，这稳死了，掉下来是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咬！咬，我们这边有两只蛇，所以，哈哈哈，美丽的华尔兹，赞哦，结束了，哇，这场打的真有点久哎，然后这是什么？两只骑士，是只有两只而已哦，哎，真的哎，然后100块，然后我只能选择骑士，这是故意的，那知道怎么打？把一只引到海里。故意放在这里看看好了，他会不会掉到水里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决定往那边走。哇，我卡在这里了，不妙！看这个位置实在太阴险了。高低差啦，那个敌人的骑士靠不到啦。看怎么可以那么屌啊！这个实力用地形完胜呢、欸，真的是哇，剑圣啊，什么都会这样子。除了什么兵器都会之外呢，啊，还会地形。哎、欸，原来长矛像上面可以放人哦、喔，我现在知道、欸，哎，是真的假的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欸、没有啊，草帽像上面不能放人啊。啊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放人？这是怎样？到底怎么弄到的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草帽像的话，基本上我不是也说过了嘛，就是用这个方式解决啊。对啊，四台这个，哎、欸，宙斯两只，哦，呵，差不多，快点。对啦，就是这样。再一波，射下去 ，fire！ 哦，又死了一只大象了，最后一只大象啊、哦，在我们的重弩炮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超好打的，轻而易举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。然后这关是什么？一只大象在上面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召唤大象，是吧？来呀、啊，大象顶尖大对决！哦呦呀，很可惜啊，这个建筑都不会有那种被破坏的效果。嘿嘿嘿，哎，我的象牙居然卡条了！来呀、啊，把你顶下去，顶你个心，顶你个心啊！完了，尴尬了，拜托拜托。不要闹事，赶快把他打完吧！这是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一局眼看应该是没办法了，因为大象没办法转弯，然后这大象直接因为象牙的关系卡在这里，它的下面也没办法抓，没办法转向，形成了一个死局的局面。啊，看来我们还是重来好了，我们把大象放下面啊，好不好？让他们真的是 one by one 的。对，没有错。你为什么要转弯呢？受不了，大象放这里好了。妈的，快点下来！对，就是这样子，顶他，顶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才是像大象之中的王者，就是我。来，为了部落啊、为了我们象好我们小象帮帮主，我们必须要牺牲这一切啊！赢了。哦，好弱的感觉哦！哇 ，The Ending！ 哇，我们这个居然已经玩完了！哇，第二章节终于玩完嘞！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章节第一关好了，看一下第三章节第三章地图都在玩什么？其实好像他们地图都大同小异，做切换嘞，然后只是摆设跟兵种的种类搭配都不太一样而已啊。你看，像这个就是冰的，然后前面是头锤冰，
狂战士兵工，这怎么打、啊？我有3900，蛇蛇下去，蛇蛇乱。哇！后面越来越难啊，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了。这个不能用蛇兵了啦。哎呀，我来看这个要怎么玩。好，长矛万箭齐发下效果下去，其实很痛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丢！阿妈！啊！好了，没机会了，被弓箭手冰住了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最起码要有一只牛，才有可能。然后，挡住，挡住，挡住他！看我们牛很硬啊，牛死了，不是吧？丢，不太妙，弓箭手依旧攻击，这要怎么打？我们也像狂战士一样飞过去好了。这样子我们才办法攻击后排的兵弓箭手，没有错。打，有希望，这边清完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回去打回去打那些，哎，对对对。砍！有了，这一局有希望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们红色越来越少了。打 ，yes， 大胜利哦！还好这个战术算是蛮成功的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哦。个人觉得是不错，第三章节快没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我应该会继续下去到直接第三章节结束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然后之后我们之后就继续耐心的等待后面三个种类吧，啊、哦，换后面三个种族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超写实战场末期再见面了，拜拜。